是诸神黄昏。OK，然后呢，那继续上一个故事，上次呢，哟，谢谢这个，啊，上啊，上，继承上次，我们现在要跟毒蛇打斗，呵呵 ，Let's go。时空碎片，致命的毒蛇，这是雨伞节吗？嗯，简单。哟，才一块钱而已，呢。没受伤吧？担心死人了。担心死人干嘛？OK。担心的话，那你继续处理啊。真是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儿。Hello。哦。前方。前方便是诸神之路，诸神大战时若击在战死，他的阴魂将在此地。若是能得到其帮助，或许能有办法。洛基，他名称为什么洛基不是战神吗？看起来不错啊，快！快！洛基，等一下，洛基，好久不见。不该的，诺诺拉，你可算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咦，洛基是女的、哦？这么像，那不是洛基是那个吗？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喜欢恶作剧。老样子啊，洛基，你几岁啊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们美丽的欧诺拉不也还是一样，既往的喜欢我？为什么做啥问号？哈哈，这位是小朋友，嗨，神职，我希望能让你无私的帮助，无私帮助，呵，我洛基可不错，亏本事啊！想让我帮你，就给我一个许诺吧。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勇者的许诺更好的东西呢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奥丁之名起誓。喂，喂。反正不是以名义起誓，这不倒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假借奥丁之名。好，那我试试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七的，洛基七的，很弱啊！哼，不会是洛基？哈哈，不错。这事是结束的，之剑南雪，你可以保你实力大增。这根树枝能让我实力大增吗？难受。一根树枝，这本世界树的树枝，只要能加以符文，就能得到无穷威力。哦，还是欧诺拉有见识。现在我就要兑现你的誓言。还是觉得是一只小树枝而已啊！巨人锁链我进来，一直在周围游荡，实在讨厌。你就帮我教训教训他吧。巨人，那可不好对付啊！可别先急着拒绝。那巨人手中有块密银，会得到，再让索尔帮你刻印符文。密银耶 ，money。Nice， 想起就觉得必将是神器一件了。那我试试，也不知道会像他那样说我没有。嗯 ，Loki， 实在太好了，完成任务，诸神之路。哎。强化，
教训。强化我们装备。嘿，再强化到。哎，哈哈，来吧。大玉毒蛇，都说蛇多，都说蛇多了，真是一步蛇，一步一蛇，一小蛇啊，三步一大蛇啊。你确定？大蛇已经有经验。是啊，不过你也服啊，雅典娜。我打蛇都有经验，才是猫。喵，可爱的猫咪，我要让你们这些家伙见识什么叫神之木爪子。强化装备可以让你在战斗中获得更强的战力，快让你们见识见识你的拳头吧！喵，可爱的猫咪，我让你，哈哈，你的钱是不是真真真真的往下降呢？看来在下的激将它有用了，小心杀哦你！喵，可爱的猫咪，我让你们见识一下神奇的爪子。强化装备可以让你哦一样的任务。我去清理一下我的毒蛇。哦，加了一个破碎毒蛇，是它破碎吗？那它加个破碎而已啊，看起来没什么。是僵尸啊！清理毒蛇果然都是雅典娜你让我练成的。不得不承认，你们真是太能干了，巨人！真是讨厌讨厌巨人，去吧，找个巨大的家伙。想不到智慧女神也会讨厌巨人，我这就去。那当然了，因为巨人什么都大，难怪会讨厌。暂停。索列姆，你就是索列姆。小矮人，你找我干嘛？担心我一脚踩死你了？哎，都说了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果然是真的。不自量力，看我踩死你！我跟你讲，哥哥小心啊！可爱哦！嘿，喵！怎么？这个都秒杀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什么时候惹到这个人了？哼，索利欧，听说你有一块秘银哦。不不，那可是我的宝贝啊，谁也不想抢走。可是如果没有秘密享受，要我未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哼，欧努拉可真会说话，都是跟哥哥你学的呀。算我倒霉，拿去，就叫我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哇，好大块哦，秘营耶，太大块。那我就说客气啦，下次有了宝贝我会还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，哦，获得66块，比打毒蛇还要赚呢，赚了65块。你能平安归来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当然呢，你可是小猫了。都说事不过三，看来你们真的与蛇有缘。其实我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你是要把我们当消防队员吗？你叫我们清蛇，你不会清啊？真是。哦，陨落毒蛇，哈哈，看起来应该是
容易被清理的。还是一块钱，蛇皮一块钱，真是。这神器本是洛基送给雷神索尔的，既然他有意识赠送给你，不如去找索尔吧。野超兵，前面的可是雷神索尔。哦，你怎么是认得我的？我虽然不懂高深魔法，但你举止间力量充沛，对有天地异动，唯有众神才可以达到此境界。猴眼力，你能找我何事？能给我刻印的符文吗？洛基说你有的。老天，又是那个捣蛋鬼，我的家都快被他掀，就让我考验你是否有资格用此符文吗？嚯，战力血好厚，不急，比我还要弱，意志不错，我让你死身，不屑，哟，哼，这符文就给你了。剩下的路就交给你们自己去走吧，这段路途艰辛，也不可轻言放弃。纵然无法预测未来的命运，但这个世界上还有除了邪恶之外的力量能给予你们正确的指引。去吧，小猫友。我一定好好利用的。神的赠语。你今早已不同于往日，实力大大增强了。当然，其余任务。哦，就看那个嘛，雷神之锤。哇，可以建造哎，这么方便。磨合。冰冰在掉，又轻轻在掉。你是你这个猫的东西，都是你啦，这可爱的柴郡猫，害我又掉钱钱了，真是的。这是磨合神器，挖机。Yep。真是的，奇怪的人。一万人有多奇怪呢？好了，那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来，还有什么可以弄？看一下哦，可以领吗？哦，到，飞天怪，咦，这是什么？好丑，来，不好看。不好看，可以拿吗？啊，你要想干嘛？看一下活动公告。好了，接到下一关了。哦，诺拉会慢慢长大哦，我也很期待哟。你们是谁？难道是来刺探军情的神秘的人？看样子好像是个斯巴达，突罗伊奸细，斯巴达杀！斯巴达，这么死！太弱了，哦！哇！你看，哦，这个，哼哼，小猫用。斯特种的小猫太强了！五、哦、斯巴达竟然输了！你们休想从我口中问出军情，为了战士的荣耀！高喊一声后，斯巴达准备自杀。不熟，我们不是奸细，我输了，
只有用我的鲜血才能使他屈辱，你也不能使他屈辱，而是自杀才能无耻逃避。若你选择死亡，就玷污了斯巴达不灭而光荣的战魂。站起来，英勇的战士，看我们并肩作战。只有强敌漫天的烽火战场，才能挽回你失去的荣耀。好，为了斯巴达的荣耀，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，我将与你们一起誓死奋斗，以后我们就是永远不背弃的伙伴。好，我愿意帮助你。道特洛伊，道特洛伊来，我等你。真的是各种的神话混在一起。斯巴达斯吗？你的实力已经非昔比。我奔跑出东西啊！嗨，嗨！又有了新的伙伴，我已经不能再给你任何帮助了。不论何时，谨记最初的梦想，光明永远与你同，永远在你身边。不会啊，我觉得，雅典娜，你应该比斯巴达要强吧？我会在夏尔一直等着归来，你也不跟我走吗？那都是特洛伊啊，你们一路好走，你要送我去黄泉路啊。干嘛？我比较小。莫涅拉奥斯，你可算来了，新人物登场啊！这么高还行。开启新功能，来招呼新伙伴吧。西包的啊，魔法阵，营养下方，毒火火，来，夺七之锤，好了，好，美女来陪着我，美女，都不给我。快点，我要你。每日签到，等起来。签到，然后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诸神黄昏，小猫鼬之神，哈哈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结束啦。小猫鼬之语呢，那个。下一次呢？看什么？看下去哪？夺妻之仇。小猫呢？下一集呢？会在帮莫涅拉奥斯杀了，你知道他怎么？知道他杀什么妻子吗？哦，原来特洛伊二王子偷他的妻子。不会啊，这边就有个美女啊，不然我的小欧诺拉也可以给你啊。恭喜啊，好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